我刚去你们家，你弟说你在医院来看我。我刚去你们家，你弟说你在医院来看，怎么了？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你看我好不容易来你家，你有不舒服啊？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。找朋友？嗯。你下次能不能去呢？提前告诉我一声。我说你控制欲也太强了。不是控制欲，我是关心你。好吧，走吧。哎，我看你最近那个电台直播的挺频繁的。嗯。 工作忙，还要电台直播，就是没时间陪你男朋友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在这儿遇到一个朋友，他得了很严重的病，我又没有时间来看他，就以这种方式陪伴他了。是谁啊？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，女的，而且我说了你又不认识。看来你最近有很多小秘密啊。我没有什么秘密啊，你看我说了你又不认识，是不是？ 你同意手术了？是，我同意做手术了。真的吗？你决定好了？如果有机会重生，我又何惧死亡呢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的小公主一定会想得通的。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医生，尽快的安排手术。 麻烦你了，但是这是医院的手续。不麻烦，我们麻烦你的才多呢。我们离开以后回到家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方建宪的状况还可以，按时吃药，别受刺激就行。嗯，挺好了。好，那你现在可以带方田离开了，但是记住四天之后一定要按时回来。 还有半个月，方倩就要手术了，这十天的准备非常的重要。另外，什么？让那位唐先生多来陪陪方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手术之前多来看看他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方倩来说不一样。他能在手术当中带给方倩很强的求知欲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东哥，我出去一下。 这所有的文件我都已经签好字了，帮我发到各个部门。不是，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明轩哥，我不想坐轮椅。 可这个地方路不好走啊。那你可以像小时候那样吗？好啊。小仙，嗯，这个地方。明轩哥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里玩吗？我当然记得，这不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个秘密基地吗？ 有我保护你。时间一晃就到此刻，日子是很平常不过。回到家了以后，只剩下想什么呢？我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玩，那个时候我哥他总欺负我。 但你总护着我。哎，明轩哥，现在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？现在这里呢，跟咱们小的时候没什么变化，还是一样。那你有来过这里吗？长大了以后，咱不就是没来过了吗？ 但是这个地方，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。
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小秘密。小秘密？哎，这石头啊。倩倩，嗯，确定是这儿吗？我想一下。算了吧，明轩哥，因为我眼睛也看不到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等我手术之后，我自己过来取，我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终于决定要做手术了。嗯，我决定了，就定在我生日之后。我生日要举办个聚会，明轩哥，你能来吗？陆卓，你帮我挑一个你们女生都会喜欢的礼物，啊，尽快。送给孟非姐吗？干嘛？昨天晚上搬砖去了？还不是都要给你姐挑礼物？啊？给他挑什么礼物啊？我表哥昨天给我发微信哦，说让我挑一个女孩子会喜欢的礼物，还直接给我转账了。你看，这么多钱，这要不是给你姐的，那还能是谁的呀？可以啊，姐夫挺有心的嘛。才不是呢，情侣之间的礼物不应该自己准备吗？这才叫有心啊。他让我去买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他可是公司总经理，整天忙都忙死了，哪有空挑礼物？呸！这都是你们男人的借口。再忙，他总有时间上厕所吧？现在网购那么发达，上个厕所的时间都可以下单了呀。说什么没时间啊？表哥忙的都没时间吃饭了，哪里拉得出屎来？莫凡，我发现你真是个人才。你的脑回路有点清奇哦，哎，你说的对，我是误会我表哥了。我表哥特别忙，超级忙，忙到没有时间。干嘛？我也没说错，没事。你怎么了？吃饭刚你从这边玩，我就想在这吃，我就想在这吃，不行吗？可以。明轩，你这周末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想跟我约会啊？啊，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就是在医院认识那个女孩，她过生日，所以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参加。这么好啊，你帮我恭喜她。你让我给孟非姐买的礼物，我已经买好了。怎么不好看吗？哎，老飞，你说。哎，陆柱。啊，那你有事你先忙吧，我们回头再联系啊，拜拜。他给我买礼物了，真给我买礼物什么好吃的呀？就是好吃。这么大的盒子，哥，你终于又给我做衣服了。不愧是我妹啊，试一试。嗯。
哇哦！哥，好看吗？特别漂亮。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条项链。OK， 点睛之笔。可是我的眼睛看不到，而且我的脸色一定很憔悴。可惜哥哥给我做的新衣服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小杨就看见没？哥，谁啊？你猜。方小姐好，我来帮您吧。真的好看吗，哥？特别好看。我去看看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好。谢谢你，莫非，你今天能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说你哥终于大发慈悲，把你从医院给放出来了，至少不用在医院里过生日了。那是因为我同意做手术了，所以他才让我出来放风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多亏了你，莫非，是你给了我勇气。你要想，这是你自己变得强大了。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而已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等你病好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穿上最漂亮的高跟鞋，垫着脚尖去找你的王子了。好。还有啊，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哥哥。你哥，那行吧，就当多一个兄弟了。但只是兄弟哦。好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的头又疼了吗？那我去给您拿药。对不起啊，都怪我害你情绪激动了。没关系了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笑点太低了。像你这样爱笑的女生呀，运气一定不会特别差，这手术一定会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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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成功。好，借你吉言。嗯，哎，你猜我给你买的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生日快乐。这么好啊！哥，你让我给莫非姐买的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明轩哥，你来了，怎么这么久啊？莫非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。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我们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在吃关东煮的时候，唐明轩在干什么？他现在也对我很好。
他会经常来看我，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。莫非你们都认识啊？你是怎么跟方谦认识的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她是爱丽丝，她就是我在医院认识的。她是方谦，是方小鱼的妹妹。所以，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？我没有想过要瞒你。那方谦的事你只字不提，方小鱼为什么讨厌你，你也从来不说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今天我才发现，所有你都知道的事情，只有我不知道。我想过要跟你说，但是我决定应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时间，我跟你慢慢的说清楚。什么是最合适的时间？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们一起约会，一起上班，就算不见面。我们也会发微信视频，你要不要换一个更好的理由啊？我没有想要找理由，我想过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合适的机会？我根本不在乎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。就算你们是青梅竹马，你们三年前差一点结婚，我都不在乎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，是你。你的感受我都懂，但是我可以很真诚地跟你说，我跟方倩的感情这么多年了，就仅此是兄妹而已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融入你的生活，你的圈子，可到头来，我才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。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别哭了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需要你道歉。莫非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鼓励你的朋友？这个世界真小。所以，莫非是明轩哥的女朋友吗？不是。小鱼，想让倩倩彻底走出来，就该告诉她真相。明轩他确实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莫非。
莫非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，我跟她在一起都很开心，更何况明轩哥呢？倩倩，你没有必要强颜欢笑的。哥，我没有强颜欢笑。 至少她是莫非啊，一个比我健康、漂亮、善良的女孩。我输得不难看了。可是唐明轩呢？唐明轩根本配不上你。哥，不要再跟明轩哥赌气了。这段时间跟莫非在一块儿，我真的放下了很多戒备心。 我真的跟他在一起很快乐，我都这么愿意跟他在一起，更何况明轩哥呢？这是莫非的个人魅力呀。可是莫非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没明白。莫非不仅是明轩的女朋友，也是他宁愿违背父母意愿也要在一起的人。 可违背父母意愿。这么看来，我和莫非还有相似之处呢。只不过，他是明轩哥说什么也要在一起的那个人，而我是他说什么也不要的。倩倩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接近你？ 可能就是想让你看到他跟明轩在一起有多甜蜜，就是想让你知道他跟你比就是不一样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莫非不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他不知道你是方小雨的妹妹，不知道你跟明轩的关系，那医院里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要接近你？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关心？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莫非不是这样的人。夏雪玲，你是觉得倩倩伤得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刺激她呢？况且我不认为你说的莫非就是那种人。夏雨。 我们四个人是一起长大的，难道我会害倩倩吗？更何况，你真的了解莫非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到底有没有目的？你敢保证吗？够了，咱们四个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我妹妹，好不好？倩倩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吼的。 咱们好吓人啊！这多好看啊！哎，你别怕，我在呢。喂！我把你神经病吧！不不不！先生，哎呦，开玩笑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坐下来看。有脸怎么开玩笑的吗？我这，你干嘛不敲门啊？ 好像哭了，啊，有吗？姐，莫非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今天不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了吗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让莫凡去收拾他。对。
谁敢欺负你，我把打在地上爬。嗯。你是不是认识房间啊？我。所以你也知道他和你的表哥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他。你快说。他和我。这个事情很复杂，说来话长，我还是不说了吧。说。莫非姐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今天见到他了。好喜欢，谢谢你。这样，等你病好了之后呢，回去我给你做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让你美美的。好。可是，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能送给你的。嗯，你嘛，就把你的微笑送给我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虽然以后我不能经常来医院看你，但是我依然会陪在你身边。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其实我觉得罪魁祸首还是我姑妈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要真是因为什么利益关系跟方倩结婚，那才是不负责任吧。嗯，这么一想，姐夫好像也没什么错。对呀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他怎么可能没错呢？他大错特错。什么大错啊？嗯，第一错，他应该早点坦白和方倩这段缠绵悱恻的情史。还缠绵悱恻呢，这根本算不上我哥的情史，顶多是方倩的一厢情愿，是吗？嗯。第二错，他不该在纪念日那天把我姐一个人丢下，跑去医院找方倩。那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，那是突发状况。嗯，也行吧。那这第三错，这第三错不得了，他居然说要把送给方倩的礼物送给我姐，还我姐空欢喜一场，太过分了，坚决不能原谅。其实这个是不能怪我表哥的了，他也没有说这个礼物是给莫非姐的，是我自以为是送给莫非姐的。莫非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个误会。你们这哪是罗列他的罪行啊，分明就为他解释，替他说好话。嗯，我理解你，应该小小的生一下气的。不过我表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的了，你是他女朋友嘛，他这么做是不想让你多想，他是想保护你。所以我在你们心中的承受能力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嘛，说崩就崩啊，根本不需要保护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当他哥们儿好了，当什么女朋友啊？莫非姐，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你原谅他吧，嗯，莫非姐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问你问。方倩到底得的什么病？医生说她得了脑瘤。现在脑瘤慢慢扩大了，压迫了视神经，所以眼睛也看不见了。
20分钟。所有的事都凑一块儿了。雄哥，开车回公司。好嘞，雄哥。喂，明轩。哎，爸。我刚转发给你的是谜案的邮件。什么内容？合作框架协议书。现在对方的要求是，必须我们这个幻彩云烟的整个的修，要顺利的举行。因为整个的合约里面它有体现了，必须要我们的整个的秀达到他们要的一个标准和宣传效果，只有这样他们才同意我们的收购。那好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上面了。对方有没有说框架协议什么时候可以签？他们刚才刚给我发了一个邮件，说半个小时之内让我赶回公司，必须要给他们盖章。好的，好的。行了吧，啊。不是诚心实意的要过来跟我道歉，都是借口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很吵哎，我要睡觉。他还真是沉得住气。轩哥，你昨儿又一晚上没睡吧？看什么看？不是这有蚊子。喂，小曼。喂，佳熙，你在哪儿呢？最近忙吗？当然在辛苦的加班了。离发布会越来越近了，所有人都忙成一锅粥了，快。你们那边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现在衣服的调整和模特的试妆，差最后一个环节可以完成了。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家找我。啊？我现在加班啊，有什么事不能电话说吗？或者等我下班？这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，还上班？你赶紧来我家找我吧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，快点。啊，喂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？你先过来坐下。这是你账号吧？嗯，你怎么有账号？小曼，你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？我有事让你办。什么事也不会这么多呀？当然是为了设计图啊。你上次去医院没有找到方总监吗？设计事也没有解决。那短期之内，我所有的设计师朋友也没有办法帮你完成设计图。
你这钱我不能要，给你退回去。不是，我要的是程阳的设计图。不，小曼，你疯了！你让我偷设计图，这么大的事我办不了。如果被发现的话，公司一定会把我辞职的，而且可能会吃上官司。工作算什么？你要是被发现了，就来海药啊！我让你做设计总监。至于官司，万一真的有，我会帮你摆平的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你就是因为总这样瞻前顾后，不敢豁出去，所以到今天你都还只是一个小助理而已。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，这个道理你都不知道吗？再说，我都说了，出了事儿我会解决的。就算是这样，设计图纸不是那么好到手的。上周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特意强调了，让所有的设计师保护好自己的设计图。真要这么容易，哪值这么多钱？从来都是富贵险中求。佳熙，你现在是我和海耀的全部希望了，这事儿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，知道吗？而且我保证，事成之后，你一定会比现在得到多得多，好吗？那我尽力吧。佳熙，前两天我买了个包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跟我去看看，走啊。会死。流程我已经照你的安排给弄好了，然后他那个计划单我发你邮箱。对了，程阳他们那个最新一稿的设计还没有发我。啊，那我催他一下吧。算了，你都这样，明天我自己要吧。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哥，这都四点了吧，咋还不回家？这次发布会对于咱们公司来讲非常的重要，要是困了去沙发上眯一会儿啊。那我去了。怎么了？垮着个脸，热了三明治也不吃啊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就是多多和你吵架，他都是怎么治你的？这我不能告诉你啊。为什么？我不要面子的。可你是不是想招治你家唐总啊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
小巷点亮了四面风轻灵，在春的光眼中交舞桌边。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夜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总是无言，若你安好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便是晴天。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誓言在两千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总是无言，若你安好便是晴天。